清风吹送了沉睡的故事，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故事中那些面孔有点朦胧，有点朦胧，那么的事儿想也想不通，想通了才更加让你我犯愁，那么多的有情人你为他哭，哭也没用，眼泪要是有用人间就不顾明的儿啊，若是你爹爹在，也不会这么委屈你了。即使在，也得到黄泉路相见去了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了你，让你跟着受苦了。哎，都不要说了，眼看就到周郡了，待案子审完了，你们该去哪儿就回哪儿去吧。你们看到宝塔，楚州就快到了。张谦，哎，此地离山阳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估摸还有一两里路程，有望在日落之前赶到县城。先不要惊动县衙，我们先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。哎，那我们就投宿城隍庙吧，那里地势高，有观星台，大人可以上去观观星象啊。好吧，就依你的。哈，早就听说王道长琴棋书画、天文地理是无所不通啊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贫道也是不堪道院之清规，迷于星象，所以自愿来这观星台来显手。哈，蒙官人不弃，下榻城隍，实乃三生有幸啊。道长差言了，相公不曾为官，乃一介平民，无需成官人。啊，呵呵，请。啊，官人自有官相。即便是微服私访，哼哼，也是瞒不过我的这双眼睛啊。王道长真是好眼力呀、啊、在下正是两淮提刑肃正联防使，此来山阳一是例行公事，巡查刑案证物，二来嘛也是为了一点儿女私事。听说贵属僻静清雅，还有一座观星台，故前来借宿打扰。对了，听说官人也好星象。对对对，是否到观星台上去看看？那好啊，愿听王道长赐教。请，请。
能行啊？哎呀，半夜三更你不睡觉，你干嘛呀你？小子啊，想让您呢跑趟腿儿。去哪儿啊？去隔壁州府官邸那儿送点东西去啊。这么点路程，这么多银子，也太重了点了吧？哎，我说您别客气了，只消将这包东西通过看门的胥吏交到太守手里就行。哎呀，胥吏我都熟，没问题的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等官司打赢了，我一定重谢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如今打官司没有钱是不行的，我备了些银子，差人送上。人本不是我们要死的，送了银子，反倒让人觉得好像是我们干的了。有道自古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礼无钱莫进来。听我的吧，差人送上去吧。啊，牙玉。哎，婆婆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有一事相求。啊，婆婆，您有事请讲，只要能办的，我自当尽力啊。哦，哎，不敢当，无功不受禄。如今你也知道打官司是要花钱的，故托你将这一封银子送与州官，求他在堂上有个照应。这事倒是好办，衙门里我熟的，我帮你办了吧。哎，今夜北斗为什么如此晦暗？织女牵牛星也时隐时现。道长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这长空如一匹白练，恰似一块湿布横陈眼前呢。在这乱云飞渡间，南方朱雀这七宿之中之鬼宿四星竟作巨型排列，这是一种天冲地击之煞呀。是啊，连年征战，各地骚乱，此起彼伏，苛捐杂税有增无减，百姓生活真是苦不堪言，加之贪官污吏遍及州县，查不胜查，斩不胜斩啊。如果老天再降灾于人间，百姓怎么生活呀？大人身为朝廷命官，尚能秉心直言，贫道打内心里佩服啊。我泱泱华夏何日能安，芸芸众生何日能安呢？方才还是星光灿烂，怎么突然间变色呢？从天文上看，流年不利，气象无常，乍风乍雨，乍冷乍寒。前几天淮北突然下了一场冰祸，将地里的庄稼砸得是七零八落。照咱们江湖术士的话讲，这都是改朝换代的征兆啊。天灾尚能应对，再加上人祸，那真是要天下大乱了。哎，本应是天道酬酌，给这个哑巴小厮一条生路，可他原先所在的南门生药局的主子竟因给人毒药，怕遭官司，逃之夭夭，气下他如气扫帚，我瞧他怪可怜的，才收留了他。这个小厮看来初通文墨，人也蛮聪明。不对，这个药店的主子为什么要给药杀人？他所杀的是什么人？那么这个案子结案了没有？这个贫道日间有所耳闻，要杀的是一位张姓的老者，他有个儿子，父子俩坠居在城关一孤寡婆媳家，不知何故，原本给病中婆婆吃的羊肚汤误被张父吃了，可是这小媳妇做的汤里竟被人下了毒药，张父当场毙命，妻子告状，一口咬定是小媳妇下的毒药，而小媳妇却说这是张家小子想毒死婆婆，以霸占她为妻。县衙无法断案，就推至楚州府衙去审理了，至今呢还不知结果。
那婆子是何方人士？那小女子姓甚名谁？哦，那婆子久居楚州，多年前因水灾而流落于此。那个小女子姓窦明娥，前年刚刚死丈夫。那个婆婆叫什么呀？那个小女子有没有小名啊？那个婆婆姓蔡，小女子的小名就不太清楚了。哎，官人，你为何对此事这等关切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有一个女儿，于十年前送给一个婆婆做童养媳。那位婆婆也姓蔡，不过我的女儿只有小名，叫端儿。官人所说的儿女私事，亦即此事。十多年来，我曾多方打探，都没有结果。此次到楚州，我又亲自探访，也没有什么消息。我想再到楚州下属各县去了解一下，如果仍然没有结果，可能已经不在人间了。不过今天日间在山阳道上见到的那个小女子，有似曾相识之感。难道那位就是我的女儿端儿不成吗？刘旭立在。太守有何吩咐？这银子你和几位差役分了吧。好，谢太守赏银。我告诉你啊，凡是告状的都是你等的衣食父母啊，这次的命案你等脑子要清楚一些，这板子该轻该重，心里要有数才是啊。小的自然明白。时至两淮提刑肃政联防使来楚州属县山阳巡查，此案必须在他赶来之前了断，否则被他碰上，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情来。这联防使行踪诡秘，没准明日就来。如何才能赶在他们前头呢？干脆将一干一犯连夜审查，验明正身，押赴刑场砍了便罢。还是太守果断，小的即刻命胥吏差役连夜升堂开审。这升堂鼓就别敲了。是。升堂。请大人做主，为小民伸冤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谁是被告谁是原告，从实招来。小的是原告张驴儿，告这媳妇唤作窦娥，她把毒药下到羊肚汤里，药死俺老子。那个唤作蔡婆婆，她是俺后母，请大人为小的做主。被告窦娥，刚才原告所说可都属实啊？冤枉啊大人。何来冤枉？县衙验尸的单子和死者的儿子都在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啊？大人，确实是冤枉啊！我媳妇儿孝顺善良，从无非分之念，四邻五舍都可以作证。那有谁证明不是他要死的人呢？那时户籍长啊来报税捐事，窦娥回屋亲见我老子倒毙在地，七窍流血，那羊肚汤是窦娥亲手做的，有蔡婆婆替我作证。蔡婆，这可是真的？这汤是我媳妇儿做的，可是药却是张驴儿下的。嘿，你这可恶的小娼妇，你反倒咬我一口。大人，你想想啊，我能亲手杀死我嫡亲的老子吗？
这倒是与情理不合嘛。望大人明察。事实上，我婆婆并非是她后母，她本姓张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与城关塞卢伊索债，被欺骗到郊野，欲将其勒死赖债，被这张氏父子撞见。我婆婆为感恩，把这两父子接于家中，没想到这两父子却起了不良之心，冒认婆婆做街角，还逼小女子做媳妇。小女子心寡在身，执意不从，也是指婆婆患病，着小女子安排羊肚儿汤吃，不知张驴儿哪儿弄来的毒药，接过汤来只说少些盐醋，支开小女子就在这汤里下了毒药。也是天性，婆婆突然呕吐，让与张父吃了，不吃几口便死了，与小女子并无干系，还望大人高抬明镜，请大人为小女子做主。哎，大人明鉴，他们家姓蔡，我们家姓张，他婆婆不招俺老子在家接脚，你说我们父子俩在他们家做甚呢？蔡婆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都怪我一时糊涂，将张氏父子留在家，要不怎么会有这么一场官司，害得我儿媳有理说不清。哎，你这刁婆子口出污言，什么叫有理说不清啊？你这是怀疑本官吗？啊！来人，将这刁婆子拉下去打几板子，走，看他还敢不敢玷污本官。走。大人息怒，我婆婆有病在身，经不起毒打，小女子甘愿受罚。哎，好啊，这天底下还有自找挨打的？好，让这小女子先尝尝棍棒的滋味。来呀，来，拉下去给我打。好，大人，饶了我媳妇儿吧，饶了我媳妇儿。大人，这媳妇虽然年纪小，却是赖骨顽皮呀。哎，她不怕打的，啊，不怕打。人呐，我儿媳是极有心性的女孩，自幼被她父亲许在我家为童养媳，后来又与我儿完婚，恩爱异常。两年前我儿染恶疾身亡，媳妇恪守妇道，从不惹是生非。若不是我把张氏父子招进门，也不会生出这许多事来。我不想活了，求大人赐我一死吧。哎呀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你们家那些破事儿本官不想问啊，我就想问问到底是谁下的药。嘿，看来你是愿意招了啊，那是你下药毒死了张家的父亲是吧？哎，不是我毒死的，我宁愿受罚，免得儿媳遭罪。那是你儿媳毒死的。不是她毒死的。这按常理，张驴儿不至于下毒要死他的亲生父亲吧？啊，哎，那还是你们婆媳俩的事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天都放亮了，你们呢从实招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这人是见虫不打不招啊！既然你们俩都不肯招认，行啊，那就各打50大板。来人，把这婆媳俩拉下去狠狠打！大人，老谁打？老谁打？大人，大人，这50大板。儿啊，那银子看来是少了点儿。这衙门果然是深似海呀。进去进去进去，快点。殿下乌鸦一般黑，看来这场灾难是躲不过。快点快点，就让孩儿都承担些。快点快点，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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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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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杀死你，找不着你。别打了！怎么着？啊！我让。
早些招了，何遭这皮肉之苦啊？啊，窦娥，那药可是你下的？是小女子所为。嗯，徐丽在，记录下来，不得有误。是，记下了。窦娥，将你的作案经过从实招来。照张丽儿说的，我全认了。嗯，你倒痛快。嗯，让他画押。是。儿啊，不能摁呐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既然招了，就快些摁手印。为何还犹豫啊？啊！你这昏官，你明明知道案情的底细，却放走真正的案犯。让小女子屈打成招，这天底下还有没有讲道理的地儿啊？你放肆！小贱人，竟敢当堂辱骂朝廷，罪上加罪！来啊，打！打！好，是。冤死的鬼吧，将窦娥打入死牢，于五更前验明正身，押赴法场处斩。谢青天大老爷做主，杀死窦娥替小的那老子报仇。万恶的张驴儿，即便我死了，我的冤魂也不会放过你，让你活得不安生。我可怜的儿啊，明天一就要在世草中问斩，如何救得了你呢？张驴儿蔡婆，在。都取宝状，着随衙听候，退堂。给你送点酒菜，你就将就着用些吧。啊，那些催命鬼即将行气，钉在了五更。横竖都是一死，我死后还望婆婆多珍重。你这冬至年节，初一十五，给我几口饭吃，也不枉我俩婆媳一场。都怪婆婆一时糊涂，才酿成大祸。眼下孤寡一人，无回天之力。我死后，倘若爹爹有志，定会为我洗雪冤情。到那时，我的冤魂就会化作杜鹃，日日为人间的福祉提携。日间在楚州道上遇见的那位官人，好像与你父亲有几分相像，相隔十多年了，模样也认不清了，故未敢造次。孩儿也有这种感觉，
只怕幼时的记忆有所差池，所以才不敢相认。即便是他，恐怕也来不及救女儿。老身前往刑场去喊冤，求监斩官多容些时间。我只望着夜长一些，鸡叫的晚一些，好让我的儿多待些时辰。指望着老天爷开开眼吧，把世间的是是非非分个青红皂白。儿啊，时辰一到，押案犯窦娥吩咐刑场问斩。这么晚了还不入睡啊？不知道是天气炎热还是心情烦躁，辗转反侧总不能成眠呢。莫非还为女儿事千辛？是啊，今天在山阳路上，白天我看见的那位小女子真是与我女儿有几分相像啊。这样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得县衙去查阅一下有关的案卷。好，天也快亮，大人还是休息一会儿，明天再做记忆。好吧。甚名垂呀，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来？爹爹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您女儿端云。你是不是就是日间在山阳道上被押解的那个小媳妇？正是。十几年前您把我交给蔡爷，他就让我改了大名窦娥。我孤命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这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起来了？张七，哎，赶快去北车了。我们现在就到县衙去查明有关案卷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快点快点。你这个昏官，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案子，你却昏庸无断，将他推到州府去吧，足
不见你这个县令的德行。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。你马上派人给我找到南门生药局的店主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下官亲自去办，下官亲自去办。被执笔。是。好了，不要磨了。你即刻派一个人骑快马，将我的首令飞速送往楚州，让太守陶谷刀下留人。遵命。上前，小的在。你随我即刻返回楚州，去搭救我的女儿窦娥。是。人犯窦娥，你现在人在刑场上，还有什么亲戚要见吗？你可以再见上一面。只有一个弟弟，13年前上京应试去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眼下只有这个为我喊冤的婆婆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只是觉得冤得很。你自己招了供，画了押，临死还想反悔不成？你们官家手下有多少冤死之鬼，恐难以计数。大胆贼妇，哼，竟敢当众侮辱我朝廷命官，若再放肆，我将你凌迟处死。就民女所知，你18喇官家因插在鸾轴上的金钗丢失，竟怀疑是仆女所偷，严刑拷问，竟将其逼死。后有瓦匠打扫屋檐，发现朽木与金钗同时落地，才知道是猫儿偷肉，将金钗带上屋檐。你这是妖言惑众，离间谁人不知？民女郭氏为千夫长所调戏，其夫愤而持刃，千夫长逃出告官，反将其夫处死，天理何在？坏人能够逍遥法外，而好人却要处死，此等冤案举不胜举。我窦娥只不过是无数冤魂之万一。住嘴！你这泼妇竟敢当众挑动民怨，哼，你这是罪该万死，你知道吗？监斩官，无需再等时辰，将这泼妇马上给我斩了，即可打道回府。大人，武经将至，仪式开展才合法度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冤枉啊！这刁婆子宣到法场，来呀，给我拉下去责打50大板！让我跟我儿一同去死吧！监斩官大人，行刑吧，只求你放了我婆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请给我一领净席，让窦娥站在上面，再给我丈二白绢，挂在这旗杆之上。这个可依了你。婆婆，我死了之后，请用这领净席将我包裹，草草埋了就是。那丈二白绢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存好，若见到我爹爹，让他一定要为我伸冤。儿啊，我记住。这6月3突然阴风阵阵，难道老天爷有感我窦娥一生命运多舛，连夜还要遭致千古奇冤，要将3尺瑞雪掩盖我无暇之身？你这可恶的刁妇啊，临死还说梦幻之语，你说
这六月伏天，哪有降雪之理呀？啊，你说呀、啊！老天呐，你若有心，就降场大雪以示民怨；你若有眼，就连旱三年，让那些贪官污吏无粮可征，无税可收。老天呐，我若有冤，就将我一腔热血洒向这丈二百圈，也好昭示天下，还我清白。这开斩，开斩。这六月暑天怎么突降大雪了？这应了王道长在观星台上所做的观星观测了，看来我中土百姓又要遭难了。天将大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世啊。想我窦天章孑然一身，侍奉朝廷，追求功名，意义何在啊？大人休要伤怀啊，小女的案子很快就可以昭雪。官人，楚州城快到了。好，我们直奔楚州府。是。怪了怪了，今天早上杀那女子发的誓愿竟都应验了，真奇怪了。是啊，那一腔热血全喷在白绢子上，地上的净席上竟星点没沾，真是奇怪、啊、真奇怪，真奇怪啊。有道是怒发冲冠，这怒血也能冲绢呢。这六月雪下得真是蹊跷啊。太平御览里有个邹衍含冤下狱六月飞雪的记载，听说早些天淮南还六月下冰呢。看来这窦氏女子真是冤死之鬼啊，真是。那也没法做了。张谦，这天还没亮，这城中百姓为何冒雪而出啊？车夫停一下。这位老伯，一大早你们就三三两两出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都上法场啊，看习刑去了。没料啊，这人犯呐、啊、冤气冲天呐、啊、竟招来了一场六月大雪呀、啊、你看看、啊、你看多大的雪。这所杀之人姓甚名谁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个听说是个叫窦娥的年轻女子啊！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大人啊，大人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人，女儿啊，大人，爹爹，来迟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快！
大人。女儿啊，我来迟了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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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已至此，还望节哀呀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，三岁丧母，七岁别父，又饱尝人间的悲苦，实指望有朝一日你我父女能够相聚，没想到却相见在这风雪法场。老天呀，我身为朝廷大员，提刑钦差，却不能救民众于水火，不能救女儿。我算是什么命官，什么人父啊？大人，大人请节哀呀！眼下要紧的是要收敛死者，捉拿真凶，处置昏官才是重要的呀。蔡婆婆，蔡婆婆，你醒一醒啊！蔡婆婆，蔡婆婆，你醒一醒啊！蔡婆婆，蔡婆婆，是我呀！我是窦娥的亲爹，窦天章，窦天章啊！你女儿死得惨呐！蔡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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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吧，张谦，把蔡婆婆扶上车。哎，蔡婆婆，走。是情